哥，你干啥呀？你不吃饭在这吵我干啥？我没有出去玩呗。不是你这这大小姑娘，你别跟哥拉扯。你去哪玩？你先吃饭呗。我先跟你商量完，我们再吃饭。你去哪？跟我去蹦迪呗。晚点去呗，这咱现在七点多，等等那啥呗，开完会咱去呗。行。你是上班来了还玩手机呢？忙呢。啊，我妹妹呢？这搁里玩呢。蹦极，蹦极，哎，干啥呢？找你，关路，关路。来来，你给我出出去。你咋回事？你咋回事？来来来来来，没有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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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干啥呢呀？我报亲呢。不是你没看人家正开会呢吗？谁让你开会开那么晚？都几点了？不咋，你开会上哪还赖我的呗？那赖我？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自己去吧。不对不对，干啥呀？你给我点钱呗，我现在身上没有钱啊。不是我昨天不刚给你转2万吗？我那是生活费，跟这个不搭嘎。